Doris，这份文件怎么回事？那么多错误，现在就给我改好。哦，对了，我们的系统马上要升级了，你赶紧学习一下，不要再耽误这个事儿了啊。喂，妈。在干什么呢？在看电视呢。晚上吃什么了？就随便吃了点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最近一直没给家里打电话。没什么，就比较忙。哎，是不是还是和你男朋友的事？没有啦，我最近工作比较忙。不合适就别强求了。知道了妈，别担心，我都这么大了。哎，那你一定要多吃些有营养的，工作也这么累，别难过啦。分手了也要好好的生活呀，要先过好自己的生活，照顾好自己。好了，妈，我先不跟你说了。我继续看啊。多吃些有营养的。拜拜，妈。妈妈挂了，拜拜。Peter，是我。对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知道哪里可以买到就是那个公司的用酒吗？哦，这样，哦，好的，谢谢，那待会儿见哈，拜拜。